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把目光聚焦到杭州的西子湖。我们接下来啊，请我们的导播能够把西子湖的画面切换到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即将上演的 G20 杭州峰会大型文艺演出《醉意是杭州》。我们也知道，《醉意是杭州》呢，是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词，当中就说：“江南忆，醉意是杭州。”我们来看一下西子湖畔最新的情景。其实大家都知道，都说淡妆浓抹总相宜啊。白天的西子湖淡妆素雅，而稍后呢，即将装扮上阵的西子湖畔上演的这一场演出，相信会备受瞩目。而在今天啊，应该说杭州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给力。今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晴好雨奇，昨天是蓝天白云碧空如洗，而今天啊下午的一场短时的大雨呢，能够让我们看到西子湖别样的美景。水光潋滟、晴好雨奇的西湖，不仅仅给人们呈现了婉约柔美的江南风韵，更兼具创新活力、联动包容、雍容华贵之美。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画面切换到杭州西子湖，共同来欣赏 G20 杭州峰会的文艺演出《醉意是杭州》。而从空中看呢，大金球旁边的建筑呢，形似半个月亮。杭州市民呢叫这组建筑叫做日月同辉，月亮就是杭州大剧院。杭州大剧院也是钱江新城建成的第一座建筑，它是杭州城市建设从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在刚刚我们介绍的圆球形建筑和半月形的建筑的对面啊，就是钱塘江的左岸，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它是 G20 杭州峰会的主会场。今天下午呢，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在这里开幕，还有5个阶段的会议、闭幕式等10多场活动会在这里举行。本届杭州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成果最丰富的一次。现在，我们看到钱江两岸灯光璀璨。G20 的主会场所在地，20多年前还只是毗邻杭州市区的一个小县城，而如今这里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经济总量接近2000亿元。一色湖光万顷秋，醉意是杭州。好，下面我们马上进入晚会的现场。尊敬的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为欢迎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的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女士举办大型水上情景交响音乐会。现在，让我们随着音乐，一起走入这幅风姿绰约、气韵恢宏的月夜画卷，醉意是杭州。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gala evening hosted by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dam Peng Liyuan,
In honor of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ttending the 11th G20 summit, tonight, by this moonlit lake, we present to you a special symphony concert, enduring memories of Hangzhou. Let the beautiful melodies take us onto a memorable journey. Please enjoy.
河浪花一朵，当时那海的痴子，还是那浪的多。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绝世。